双手抱胸表示防卫，扶着眼镜表示没有安全感。他在说，你会不会推太远了？你根本连他本人都没见过。你们赌一把。律师查案本来就是要有一点小手段嘛。能不能请大师开示一下？ 律师不应拒立于诉讼胜败而忽略真实之发现，身为律师还是必须善尽查证的责任。所以，在我们庭的说辞，你们查证过了没？在你们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人。没有。正义又有哪反？你是学习律师，有你该做的事。法律不见得是正义，就算堵塞了也跟蚂蚁一样。大自然总是为了办法让它重新活起来。 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《王牌辩护人》。你好，主动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跟我一起支持《王牌辩护人》。